自从16年前有了手机之后，第一张 SIM 卡就是用 DG。 我和他的故事就从16年前开始了。 Hell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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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在做什么伟盛？鸡啊，打电话断下那个线，做梦啊 DG， 现在还打不出啊， No service， 妈鸡。我用 DG 啊16年了啊，没有 offer 给我还没有关系，现在来一下干了赛，这样断下墙打。我不用 DG 了，我换 Cellcom 更。 Hello?哎，怎么有来了啊？哎 ，DG 好像有给 free 的 ice cream 哦，喂，加。I love DG 最棒的。是哦。DG 最好了 ，DG 服务是一流。从此以后，伟盛跟 DG 就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。The end。爱的。